少昌，我是下了决心了。明日中午，我们大沟头碰面，咱俩一人一半，晚上去撒。这样吧，这事儿明天咱俩见面时再说。你先把稿子给我。 明天撒传单的事儿，别让延年知道，也别牵扯上延年。我不想让他掺和进来。走吧。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胡儿吐了，你妈帮着收拾的。我问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谁让你回来的？我自己回来的。我问您的事儿，明天发传单，您去不去？我不去。首长都已经安排了。行，那印传单我去。不用。 这份宣言和蜡纸是我们从大沟头十八号的营业社搜缴来的。我们分析，这份宣言极有可能是内部传刊，或者只在闹市区张贴。从这份宣言的文笔和字迹看，应该是陈独秀所为，所以他很有可能会亲自处理这份宣言。建议立即在各闹市区增加便衣警力，争取现场抓获肇事者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陈独秀和李大钊会亲自上街单发传单？以我对陈独秀的研究，并非完全没有可能。 即便抓到的不是陈独秀，我们也可以顺藤摸瓜。只要确认这份北京的十一宣言是陈独秀起草的，一样可以逮捕。抓住陈独秀，我记你一功。是。
呀，别装了，师母，我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。哎呀，师母也没什么好礼物送给你，知道你喜欢吃我包的包子，给你多带点，路上吃。我这来跟您跟先生辞行的，结果还拿着走。没事。哎，年年小姐，你俩不打算送送我？送送啊，送，送送送，我们都送你。云仙。哎，先生好，我是过来跟您辞行的。知道。临行我也送给你一件礼物，写了一幅字啊。女娃为精卫，闲时因东海，东海水未阴，女娃心已改。夸父走于渊，白日终相待。奈何今时新，做事生命悔。这首诗是1910年我在杭州精神最苦闷时写下的20首诗中的其中一首。主要是想表达，要想成为革命者，就要不怕失败，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。今日送给你们这些青年人，就算是一种希望吧。嗯，再次谢谢先生。好，走吧，别误了火车。哎，好，走，我送你出去。好，先生再见。先生您再见。再见，贺年姊妹。贺年姊妹，来。爸爸跟你们一块儿洗鸽子笼。爸爸，你不是不喜欢茵茵吗？谁说我不喜欢茵茵啊？莺莺白云，露比肩毛，当然喜欢了。姐姐，你看茵茵的眼睛好亮啊。嗯。南游医院了，说好了等撒完了传单之后，大家到红楼图书馆集合。不是说这是北京最热闹的地方吗？我看也没多少人呢。再等一会儿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负责把风，师爷，你负责策应。同学，一会儿你在那儿测。好，我去二楼。二楼目标太大了，容易被人盯死，还是我去。没事，交给我吧。哎，先生，一会儿如果出现情况的话，您一定要往西门冲。我让葛师傅和小山在那边策应去。这点小事你通知他们干什么？您现在是警察厅最想抓的人，我怕出危险。师爷，你去找葛师傅他们啊。等我的信号好，开始吧。好。咱下去撒去，去哪儿？你千万别想着在这儿撒，在楼上撒传单是最危险的，一旦被堵住的话，你退的地方都没有。你看现在下面人这么多，咱们混在人群当中，一路走一路撒，路这么长，万一出点什么其他事，要退的话，四面八方都好退。好，你先下去，我随后。哎，两个人在一起目标大，你先去，分开撒。行，那咱们同时撒。好嘞。Oh.
你这无耻的巴黎合约！同胞们，请看北京市民宣言，大家要团结起来，坚决张宗祥、曹汝霖，接受从北京啊！大家要团结起来，坚决抵制不平等的巴黎合约，一定要坚持到底！团结起来！北京市民宣言，坚决拒签可耻的巴黎合约，坚决打败国贼徐树铮、曹汝霖、祝宗宇、张宗祥、段志贵、王怀庆，驱逐出北京。同胞们，警察来了！警察来了！快走！快走！需要你们，请看北京市民宣言，大家要团结起来！来来来，把你们放了，别怕！同胞们，团结起来！同胞们，团结起来！同胞们，先生，快走！三月还有红楼都找了，没人。这样，柳梅、白兰，你们留下来，在家照顾两个小子睡觉，千万不许出去啊！妮妮，你去守床先生家；乔年，跟我去施志先生家。好，咱们接着找。走。陈独秀扰乱社会治安，已被拘捕，我们奉命搜查，给我搜！后边的人，都给我过来！你叫什么？陈延年。你呢？陈强年。你，白兰，干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只是奉命搜查，你要是敢伤害我的家人，敢动孩子一根手指头，拿命跟你拼！给我查！放下，都别动，放下。
守城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政府兄呢？政府被警察抓住了，现场是一片混乱，我也是趁乱才跑出来的。政府被抓到哪儿去了？不清楚。政府被警察抓住的时候高声呼叫，我就没敢留在那儿多打听。先生，我先生，这不能多待了，警察很快就会到，您赶紧出去躲一躲。别慌，别乱，说清楚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父亲已经被拘留了，警察刚去我家搜查过。您赶快离开北京，这太危险了。我去救你。哎，不行，先生，不能去，不能去，你不敢再在外面露面了。你没听爷爷说吗？警察正到处抓你呢，你得赶快跑。跑？我往哪儿跑？我要把他救出来。首长，先生，您现在听我说，政府属于社会名流，警察应该也不敢把他怎么样，他也自然会有人救。但你的情况跟政府的情况不一样，你得赶快出去躲一躲。一涵，我告诉你，不把祝福兄救出来，我哪儿都不会去。先生，您现在长心，你们救我干什么？首长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你是先回河北老家去避一避吗？等什么时候这边情况一松下来，我们再去把你接回来。先生，刘一品带着警察已经往这儿来了，说是要检查陈学长的办公室和图书馆。首长先生，你得赶紧走了。大家先别慌，镇静一下，咱们分一下工。海威、葛师傅、小山，你们三个护送首长先生出城。延年实验，你们去找胡适先生，让他通报各个新闻媒介，想尽办法营救仲甫先生。严先生，麻烦您，拜托您，把仲甫先生被捕的经过详细写一下，我们要通报学点。啊，先生，没有时间了，赶紧走吧。先生，赶紧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，走，好。你怕他飞了，还不给他打开？是。呀。又见面了啊！哎呦，吴总监，看来你安排这次见面费了不少心机啊。那是，能把你这么重要的任务请到这儿来，我可是费尽了一山之力呀。凭什么抓我呀？看看，我吴炳湘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，我来给你念。查，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以私印并传播印刷品，传播过激主义，煽动民众对抗政府，扰乱治安，予以拘留审查。我是中华民国的公民，我爱我的国家，当众散发传单要求拒签巴黎合约，严惩卖国贼，这是爱国行为，何罪之有啊？陈教授，我想提醒你的是，这儿不是你们北京大学进行学术辩论的讲坛。你有没有罪？你说了不算，法律说了算。既然你已经到了这儿，就得接受法律的审判。不过我还想告诉你啊，你最好做好这个精神上的准备啊，恐怕你要在这儿多待些日子了。我待在这儿没问题。我担心的是，你吴总监将来怎么收场啊？你说的没错。哎呀，今天你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出，那必然成为各大报纸的新闻头条。这北京城乃至中国会闹腾成什么样子，这都很难说呀。
也许我吴秉湘会成为继曹、张、陆之后的第四个被口诛笔伐的卖国贼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既然能把你请到这儿来，我就做好了一切准备，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。很好，决心很大，勇气可嘉。陈教授，我告诉你，念咱们俩是老乡了，我对你应该有所照顾啊。说吧，在这儿你想提出什么条件，你只管开口。那我不客气，直说了，你说吧。我希望有看书和写作的权利。那当然可以啊，单独监禁，但是所写的东西不能传出去。啊，不吧不吧，我只要能看书写作就行。对我来说，监狱和研究室是一回事。陈教授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在这儿就不是陈教授了。那我是谁呀？你是警察厅一名非常重要的嫌犯。他们要给你个编号取代你的名字。编号？谭团长号178号。178。178号，希望你能好自为之，我会常来看你。来人，带178号去他的新居。是。好，来吧。行吧，要自己走啊？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就在昨天，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会见了徐世昌、段祺瑞的和谈代表。他在会议上郑重地向他们提出关于陈独秀先生被捕的事情。孙中山先生是这样说的：我和我的同伴们都十分的震惊，你们干的好事足以使所有国民都相信我反对你们是没错的。不过我看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，因为杀死了一个人就会出现50个、100个，所以你们尽管干吧。同学们，我再次呼吁大家团结起来，抗议政府无故抓人，立即释放陈独秀先生。抗议政府无故抓人，立即释放陈独秀先生。抗议政府无故抓人，立即释放陈独秀先生。中谢同学，近日北京学生及各界营救中府行动甚好，为应将营救活动与拒签巴黎合约、皖蔡行动、严惩卖国贼等紧密结合起来，才更有效。中府飞蛾扑火，意在促进五四运动向更深层次发展，切莫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呐。你们应该明了，实现逼迫反动政府拒签巴黎合约是这一运动最近的目标。这个世之叫我们来是干什么呀？他这个八成还是杂志方面的事儿。如今蔡先生出走未归，新任校长胡仁元又不敢到职，政府被捕，首长避难，北大正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，真可谓命运多舛。季风多事之秋，
我们也着实需要积极的想想对策才是啊。诸位，师侄，抱歉啊，来晚了。刚才在教室里面给学生解答问题来着。今天叫大家过来，目的可能大家心里都清楚了。重甫入狱，首长出京，现在咱们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都处在一个停刊的状态。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我自作主张，把各位同仁请来做个决断。师侄，当务之急是营救重甫啊！两个刊物都是他创办和负责的，他不在，别人很难接手。哎呀，这……其实我把大家请过来，我有个想法。这个想法是我考虑再三的，我觉得现在知此危难之时，我应该急流勇进，多些担当，所以我想主动请缨来承担两本杂志的编辑工作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不是不信任你啊，师侄。新青年，重甫兄带来的，他不在，我以为我们之中没有人可以替代他，莫不如先停下来，等重甫兄出狱之后再说。至于每周评论，当前看似乎对营救重甫的作用很大，应该继续办下去。我同意鲁迅先生的意思，每周评论必须继续办下去。我同意鲁迅的意见，新青年暂停，每周评论可由世之接手。诸位，我一定努力。此外，首长先生还提出，我们应该因势利导，尽快成立全国学联，在全国各校都在广泛地发起营救陈独秀运动，利用这个导火索，把全国学生力量整合在一起，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，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我提议把全国学联设在上海，因为现在看起来上海已经成为全国运动的中心了。李大钊。同学们，今天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短诗《怀陈独秀》，在学生中反响强烈，我给大家朗诵一遍怎么样？好。一，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，依你的主张，他们痛苦，他们不愿意痛苦，所以你痛苦，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。来京请袁代表，随后将到总统府请愿。一路上诸事劳顿，辛苦你们了。没事，山路都走惯了。林宁就在前面啊。林宁，林宁，来来来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陕西学生联合会的会长，这位便是陈彦年同学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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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陕西学子十分的敬仰陈独秀先生，所以特意托我带来这面锦旗，表表敬意，还请您代为转交。感谢，我替家父愧领。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巴黎合约签字的日子就要到，北洋政府已经通电各省，并专电巴黎路征祥，表示如果抗议无效，就在合约上签字。今天起，北京、巴黎两地联合行动，各省来京请愿代表随后将到总统府请愿，不见到徐世昌绝不收兵。巴黎将有30000华人包围中国专使驻地以及路征祥官邸，坚决阻止中国代表签字。我们北京学联将积极配合各省请愿代表，并做好后援。同学们，成败在此一举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巨人兄，原谅我实在不能奉陪了。
吧，你看你那点出息啊，一个陈独秀就把你吓成这样了。嗯，坐。巨人兄，这陈独秀、李大钊和他们领导的学生运动简直是洪水猛兽，他们代表了一股潮流，你我根本阻挡不了啊。哎，这世道吧，真是要大变了。你说中国几千年了，能让统治者害怕的，能够改朝换代的，也就是农民起义了。现在好了，农民没起义，秀才造反了，吵得天翻地覆的，不行，软硬不吃，拿他没脾气。农民起义不可怕，农民起义改朝不改道，可现在里头，他们不光要改朝，还要改道、改制、改脑袋。改脑袋？嗯，什么意思啊？思想、理论，他们要用外国的理论来改造中国。理论？什么理论？这是你说说。我也说不清楚，我只知道我已经落伍了。激流勇退，尚可保一丝颜面，此刻的目的只能一筹万年。巨人兄，你就饶了我吧。对，保你的脸面去吧。走吧。我还是走不了了，我只能一筹万年。1919年6月27日，北京及各地请愿团代表数百人赴总统府请愿，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合约上签字。经过两天一夜的斗争，28日晚，徐世昌被迫接见了10名代表，其中陕西代表屈武基于爱国的义愤，以头撞地，以死抗争，史称血溅总统府。徐世昌被迫答应学生的要求。咱们啊，边吃边干活，今天吃清真，大家没意见吧？没意见。同学们，我们京津联合发起的皖蔡旧陈请愿活动可以说是大获成功啊，大家同心同德，团结一致，不怕流血牺牲。特别是我们的会长马俊同学，为我们天津学界是争了光，扬了名，咱们是不是得祝贺一下啊？鼓掌。你这么说的呀，我都不好意思。老马真厉害啊，天安门前大嗓门那一喊，真是配得上你这一脸大胡子。当杨桥前一声吼，我看你以后就别叫马俊了，你改名啊，叫马天安得了。这个名字不错。这个主意好，大家记着啊，从今天开始我就叫马天安了，这个名字啊响亮，有纪念意义。马天安，你别太得意了啊，我要给你提个意见。这次我们天津学联来了有500-600人，可是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部。学联和女界的爱国同志会各行其事，分散了力量，结果就有不少同学掉了队。我认为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。没错，我们女同学得到通知晚了，差点让他们给堵了回去。嗯，这事怪我，是我通知晚了。这
这也不是你个人的事情啊，是组织机构上的问题。哎，我有个提议啊，你们天津学联和我们合并吧，组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，而且还能负担起天津爱国青年运动的领导责任呢。你们觉得呢？这个建议好，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认为不一定非要把两个组织合并起来，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能够成为天津学界主心骨的核心团队。所以我建议把学联和女界同志会的骨干组织起来，成立一个组织更为严密的爱国团体，不光领导学生运动，还要进行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，同时出版一种刊物，指导学生运动，成为天津学界的领导核心。我觉得恩来兄这个提议非常好，我呢举双手赞同，谢谢，并且啊报名参加。我也觉得恩来的这个建议啊站位更高，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那恩来，这个组织的筹备工作就由你来负责吧。没问题。你们女界爱国同志会派一个人协助他。那文叔你来吧。好。哎，那我们给这个组织想个名字吧。我想我们这个组织就叫觉悟社吧。觉悟社。过几天我们去一趟北京，找李大钊先生再帮我们出出主意。嗯，这是个好主意。吃饭。是。好。我看报纸说，这几天法国人对中国人全都刮目相看了。他们认为，中国人竟然如此有血性。这头睡狮终于被唤醒了，不容易啊！我听说华人已经组织了敢死队，用三个人换一条公使的命，报名者竟达千人之多。我真想下去跟他们说说我的想法。Thank you.